吐槽我的生活不是智慧之海，那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做精彩。远山勇士不是一碟普通小菜，神奇豆腐助长我的无限可爱。哎，汉服古裙无非一个快乐主宰，长发飘逸还你一个秃头崇拜。哟哟哟哟哟，管他算不算是一个酷盖，我只要你还回我的最爱。嘿，等一下。 很高兴吗？很有趣是吗？知道俺最爱的是什么吗？深蹲。 师兄，别叫我师兄，丢人现眼。手，啊，手，多久没练琴了？你还记得你是个学琴的吗？笑。 亏你还能笑得出来，我就刚刚下楼透透气的功夫，就看见你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。没有，我跟他们这是闹着玩的。再说了，就当锻炼了呗。你们组队是为了参加华远杯的，不是整天搞什么迷惑行为大赏的。远山小队就是参加华远杯的，再说了，我们也没有搞什么迷惑行为大赏，吴亦涵给我们补课呢。 把你补成这样了，你就折腾吧。早晚有一天，把你练琴的功底都给折腾没了。哎，你的腿，晚上自己揉揉。谢谢师兄。 哎，那么。
们不是喜欢折腾吗？这回让你们好好折腾。大恒叔，我去上学啦。大恒叔。掉地上！哎，我说呢，你站呀，在我这儿。在上课之前呢，我要给大家看一样东西，它让我很感动。哎呦，哎，我进来了，挺有意思啊！知道我吵醒了。哎，你看他们几个啊！真有的啊！哎，你看谁家的表情，看杨的表情，真投入，还超带范儿的。为什么说我很感动呢？进入高三了，高考的压力几乎扼杀了你们的青春快乐，以至于我很少在高三学生的脸上看到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模样。但是我在张远山他们身上看到了这种活力，他们就像是一个缩影，不仅让我看到了你们的才艺，更是让我看到了你们调节压力的能力。不管你们未来去哪里上学，做什么工作，我希望你们能和远山小队一样，乐观向上，坚持自我。吴兄弟啊，你走这么快干啥？你缠着我干什么？两个人目标那么大，你不嫌丢人？吴一恒，下午训练别迟到了。我知道了，别跟着我了。都仔细审题啊。干什么呢？手机给我，给我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对待考试还这样？我就好奇那里面为啥还有我？什么写了你？那你在哪儿啊？我不在家能在哪儿？家里还有快乐豆腐吗？吴兄弟自闭了。嗯，我去看看吧。微信转移。哎，回来了啊！哎，这么多汗。哎，阿泽，嗯，想起点什么了吗？没有。没事，咱回家。
哎，别别别，我帮回家。大哥叔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衣服？你自己换的呀。我自己？啊？买了一身没舍得穿，给弄脏了。你自己看。大哥叔，随心转意。哎，还真是我自己啊。回心转意，我终于做出来回心转意豆腐。回心转意。一航。小航航，我们今天一起打游戏好不好？我让你删的，你删干净了吗？删干净啊！这一点小事都不相信我，这是摆明了不相信我的技术啊！当然删干净了。一航，起床吃豆腐了，我爸做的新品。不吃。一航啊，一天没吃饭了。再说了，咱可没时间自闭了。给我。哦。想开了，生活又变得美好了。
谢谢菩萨，谢谢我爹做的豆腐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哎，一阳干将穿什么出去了？睡衣。吴一航。这是你要的资料，先熟悉一下。你参加了这么多次华苑杯，一直屈居亚军，或许今年是你最好的机会。但愿吧。只要你能顺利拦截远山小队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现在我带你去见你的队员，开车。实在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行了，进去吧。谢谢。做大事，小孩不懂，不要乱问。大哥叔，哎，我已经帮您说好了，您进去吧。哎，虽然我不知道您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，但是千万不能有下一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小方同学有能耐哈。你放心，叔叔绝对不给学校添麻烦啊。哎哎，爹啊，你还没跟我说这里面是什么呢？完了，大哥叔没答应你，肯定有下一次。你们都别紧张啊，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平津一中的。我听王老师说啊，上次比赛后你们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，所以今天呢，我特地给你们送来一位队长。我们有队长啊。我知道，不过呢，我们瞿一川啊是位职业选手。
好，有职业选手和你们一起努力，我相信一定会创造奇迹。请恕我冒昧，您作为平津一中的校董，为什么会为我们江浦实验中学组织队员呢？叶总啊，孩子们年少气盛不懂事，您看看，您别介意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正要说呢，平津一中啊有两个队参加，这远山队啊普遍成绩不好，不利于学校形象发展，而瞿宜川的任务就是帮助你们啊，务必拦住远山小队，这样咱们就达成了双赢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这次位不夺冠我绝不罢休。嗯，快动了，来看一看了啊，同学们，来来来，这是你的拿好了，豆腐快来看看今天的豆腐了，不是拿大盒豆腐，看看吧，这是你的，上新了啊，给我来三盒。见到挂念的人就会梦到他，没事，好，谢谢。你要甜的还是咸的？哎，快来快来，豆腐！是张大河先生。哎，我是你的买豆腐哈。来来来，新豆腐。不，
我是要请您把豆腐拉回店里去。啊？那这个给你啊。不是，为啥拉回去啊？毕竟是学校，禁止喧哗，也禁止推销。您看您这弄的，踏张旗鼓，要不要看看？我们校长脸上也不太好看。是校长让你来的？他不喜欢吗？也不是，但您呐，先给拉回去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给你啊。可我还没见到校长呢。这样，您先让孩子们拉回去，我带您去接校长。哪有这么多豆腐没卖？行，好。那是三叔的助理。袁山啊，你先把豆腐拉回去。我，校长说了，先不要告诉你儿子。哦，好，请。为啥要拉回去啊？你先把豆腐拉回去吧，我去打听一下你娘在不在学校。嗯，好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。去吧。哦，不知道，一定又是三叔在捣鬼，我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伤害了。月山，你爹说去问谁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吧。嗯，把豆腐拉回去。哎，走吧，大河豆腐。哎，阿泽。是你。阿泽呢？阿泽让我告诉你，他不想见你。不，不会的，阿泽不会这样说。那他为什么不肯认你？他不是不认，他是不想。他为什么不想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？我们每个人的位置是注定的，你和你儿子的位置就是那个让你们自由自在的山村，只有在那儿，你们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性，保留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，而不像是现在，在这个纷乱的都市里挣扎的生存着。我的侄女阿紫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哪儿的，回到平津就没打算回去。他已经把你们忘了。你们又何必再打扰他呢？是我打扰阿泽了。不只是打扰，你还影响他的工作，他的生活，甚至整个家族的平衡。哦，你们说大牙叔放的这个娃娃像谁啊？是有点像是。就是说不出是谁。你们仨说相声呢。只想早一点回家，红豆脸颊我送你美丽山水画，世风日下又一次抿住了嘴巴，花样年华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起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你教我如何放弃危险之际的美丽，而思夜想不断的折磨自己，在无法出声的游戏，我做了最后决定，放下了心中怀疑，无所谓致命，哪怕前路布满烟雾荆棘，拿出了更多的时间，只为了陪伴你的自己，想呼吸，一般的伴随你，不停的耗费着精力，我愿意。Now you know me， 为你抛弃多余的锋利 ，You drive me crazy， 是你给我坚持的勇气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对你寸步不离。没想到我能幸运成为你眼里的秘密，路灯下亮了的身影，在深夜慢慢的交集。谁给我逃跑的勇气？Oh baby。
了伤口往往不再忽视雨与飞，路上的风景可能比目的地更美，旅途虽疲惫但至今仍然没后悔。每当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，红豆脸颊我送你美丽山水画，世风日下又一次抿住了嘴巴，花样年华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起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夜每当我看上你双眼，我爱有海底任务思绪万千，我爱 waiting for every time you make me alone、yeah、陷入你在我家过夜的你说的才足够，不管你表现多么不是 baby we can take it slow。 暧昧的气氛伴随着色灯光无限着素气的壮点，让我留在你身边不用害怕时间，我们同行光年，今天脱下一切赤裸成动物，无聊的圣诞节你帮我卸下所有重负，除了你我的心里空无一物。别再说那些，别再说那些 We just friend 那种忽远忽近的 bullshit、yeah、如果真的只是 friend 为什么这些时间频频越界，电影院的吻和留下你余温的床垫。 Damn